刚化蛋。 我那天吃这个毛蛋，然后有个帖子就问我，你吃掉了多少小鸡？我就问你们不吃鸡蛋吗？鸡蛋不服小鸡吗？这个刚化蛋是真好吃，是比鸡蛋好吃，所以我个人比较喜欢吃啊。加上这个秘制小蘸料。 绝了！哎呀！ 太香了，一定要把它里面汤喝掉啊！哎呀，这个别吃了啊！ 那个吃了很烂消化，看，哎呀！ 我搞散架了，过瘾啊！喝完这杯，再来一杯。 绝绝子，你们可以尝试一下。